发至绿色。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佛说持戒精选集，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基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境界波罗蜜多品。复次，离邪见者以四种报：一者，若离邪见，修行正见，于现世中离恶之事，亲近善友，闻法信受，未生不善，令永不生；已生不善，令尽除断；未生善法，修习令生；已生善法，修令增长。此正见者，一切善法之根本也。二者，能避不善行门，于大众中名称普闻，心无疑悔。三者，于未来世所生之处，遇善之事，得善伴侣，顺于正见，归佛法僧，更无异象，于菩萨行无退转心，除灭罪愆，增长福聚，有漏无漏，生死涅槃，过患利益，能善分别，了达诸法无我我所，无有执着，诸法性空，正见力能究竟清净。四者，所有三乘圣妙功德，人不能测，正见之力皆悉圆满，能为众生作皈依处，度脱有情，除生死苦，悉皆安置无上大乘，乃至处于法王之位。此事当知，此集名为离邪见人四种果报。复次，菩萨摩诃萨非为护持十善境界功德无尽，乃至受持维系境界清净功德亦无有尽。何以故？凡夫众生受持境界取向果报，一切有尽，外道诸仙所有境界十通亦尽，人间十善舍十善时戒亦随失，欲界诸天受尽戒施，色界诸天四尽律中，无色界天三摩波底舍身施定，戒亦随尽，二乘无学入涅槃时，戒亦随尽。若菩萨摩诃萨所受境界六十五种，随一一戒究竟清净，功德无尽。云何名为六十五种？为不害众生，不行偷盗，不轻他欺，不狂惑他，不两舌语，忍粗恶言，不作绮语，不生贪嫉，见他安乐，生欢喜心，不起嗔恚，恶言骂入，悉能忍受，不起邪见，尊重如来，不失外道。复次，归信佛戒，心无疑着故，归信法界，理欲真实故，归信僧界，和合最胜故，尊重父界，生我生故，尊重母界，养育我故，尊重和尚界，生我法生故，
尊重阿舍离戒，教我鬼则故；尊重大弟子戒，称我法身故；一心戒，轻重无差故；无破戒，于重不犯故；不缺戒，于轻不悔故；不习三乘戒，不求声闻果故；不习二乘戒，不求独觉果故；离恶深处戒，不生邪见外道家故；增长白法戒，以净戒力随缘生故；富贵相戒，智者不嫌故；端严戒，其心不乱故；无悔子戒，于一切处不被讥诃故；善护五根戒，情不放逸故；明称戒，善解诸法故；少欲戒，无所希求故；端直戒，众善随心故；如说修行戒，不为教命故；大慈戒，救度一切众生故；大悲戒，拔一切众生苦故；大喜戒，庆彼得乐故；大舍戒，离憎爱故；知己过戒，省察自心故；不见他过戒，护彼益故；不施戒，救贫乏故；摄持戒，摄一切善法故；忍辱戒，不害众生故；精进戒，勇猛不退故；禅定戒，定知增长故；智慧戒，闻法无厌故；多闻戒，求法无倦故；尽善知识戒，修集觉分故；离恶知识戒，必显恶道故；不习身分戒，刹那无常故；不习寿命戒，如旧头燃故；不追悔戒，性本清净故；不虚假戒，无变动故；无热恼戒，内外清凉故；无人我戒，心谦下故；不吊举戒，性安静故；不缠取戒，常直直故；知众生心戒，善事勿讥故；调伏心戒，不着乱故；极尽戒，离喧杂故；又绕戒，顺理行故；就拔众生戒，行四摄法故；护正法戒，守护法财故；圆满诸愿戒，弘誓清净故；如来戒，随顺如相故；佛三昧戒，圆满一切佛法故。此事当知此即菩萨摩诃萨六十五种清净戒身。佛告此事：若诸菩萨持一一戒，能得如是无量功德，乃至舍所爱命，不得缺犯佛之境界。因持此戒如护眼睛，守慎此戒如护贤贫，不以五欲利辅而斩坏故；护微小戒如忤逆罪、轻重等护，心若金刚，不得起于共高我慢。虽持此戒清净如是，比于无始所造恶业，如大千界所有围城，此持戒善比彼恶业，如一围城。既知如是，云何持戒而生我慢？复次，此事菩萨见诸众生毁破境界，不生轻慢，而于自身更增持护。复作是念：我习誓愿，令诸众生坚住境界，随诸众生难可化度，我当勤加精进，以境界船渡破戒者，出生死海，到涅槃岸。复次，此事若诸众生有此身者，须四种物。云何为四？一者饮食，二者衣服，三者房舍，四者医药。菩萨摩诃萨于此四事如法营求，不以非法，不自矜高，多求无厌，应当少欲知足之身。譬如有人身患疮苦，求善良医，以药涂敷，用衣裹之，处身密室，卧软敷具，
但为痔疮，非爱身故。菩萨如是，以八苦身，虽求良药，涂以饮食，假以衣服，处于房舍，不乐此身色力寿命，为修圣法，安乐众生，除断生死烦恼痈疮。菩萨如是处大众中，常行己过，不毁他人，远离名誉。若有赞叹之者，皆自思之。如是名闻，我皆无份。我今自测，多诸千犯，功德法中，我无少分。众生望见，言我有之。菩萨以大悲心而为依止，以境界波罗蜜多而为伴侣。复次此事，有是境界非波罗蜜多，取向持戒，不为最胜之所摄受，但名境界非波罗蜜多。何以故？但获三界有漏果报，受尽无故。若普为一切众生护持境界，观第一义空，无我人相，而为有情护持境界，是则名为境界波罗蜜多，能令众生速得无上正等菩提。又此境界波罗蜜多，与诸有情而为示导，复与一切无性有情生尽性故，能与有情作福藏故，复与一切有情作无价宝珠璎珞延伸故，复与一切有情作上妙图香故，复与一切有情作大明文故。又此境界波罗蜜多，能与在家出家一切有情若老若少平等端严故，不起我慢增上慢，离诸过患唯宜清净，无诸部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胜法王。云何能知戒为第一？若有众生能持境界，虽处卑贱而非足信豪贵尊严，亦非自利能益他人，已是境界波罗蜜多，能令一切天龙要叉人非人等国王大臣刹帝利婆罗门长者居士悉皆归敬礼拜供养尊重赞叹。私下之人受持佛戒，尚得如是恭敬尊重，况于尊贵之人护持境界，成就圆满境界波罗蜜多。当知护境界者，行住坐卧及经行处，其地吉祥，一切人天应取其土顶戴供养，以是当知持境界者，于诸众中而为第一最高最上，是则名为境界波罗蜜多究竟圆满。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大萨遮尼前子所说经结录，原为天竺三藏菩提留之意。尔时世尊告诸大众，善男子，菩萨复有十二种持戒得大利益，菩萨因行施波罗蜜，何等十二？一者，持戒能摄一切诸善根故，菩萨因行施波罗蜜；二者，持戒入菩萨道故，菩萨因行施波罗蜜；三者，持戒解脱一切烦恼福故，菩萨因行施波罗蜜；四者，持戒能过一切诸恶道故，菩萨因行施波罗蜜；五者，持戒能拔恶道苦众生故，菩萨因行施波罗蜜；六者，持戒身口意业不为诸佛如来呵故，菩萨因行施波罗蜜；七者，持戒诸佛如来常赞叹故，菩萨因行施波罗蜜；八者，持戒能入诸有不放逸故，菩萨因行施波罗蜜；九者，持戒即施众生无不畏故，菩萨因行施波罗蜜；十者，持戒成就身口意业善故，菩萨因行施波罗蜜；十一者，
持戒能得于诸法中随顺自在故，菩萨应行十波罗蜜。十二者，持戒成就第一彼岸功德波罗蜜业故，菩萨应行十波罗蜜。善男子，是名菩萨摩诃萨十二种修行十波罗蜜得大利益，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世尊即以偈颂赞叹十波罗蜜，重说偈言：欲离诸生死，安稳到涅槃，一切如来说持戒最第一，戒如清凉池，能生诸善花，亦如猛炽火，能烧诸恶草。戒善持行者，如鸟飞虚空，不惧堕生死，诸去恶道中。恶道大毒龙，无名诸罗刹，见持净戒者，恭敬舍害心。一切诸如来安稳住涅槃，断诸恶趣道，皆由持戒故。是故诸佛子欲求无上道，坚固诸善本，持戒波罗蜜。菩萨因思维善住戒品中，解脱烦恼福，必诸恶趣门。若欲持净戒，应当如犁牛，为护一毛故，守死不惜命。如是护诸业，是名持戒人。如来常赞叹，所求皆成就。能持净戒者，有如是功德。是故诸菩萨常当持净戒，身口意业净，诸恶皆不行，是能到菩提，一切智现前。持戒不放逸，诸善皆坚固，法中得自在，能尽诸佛戒。菩萨持净戒，事物无怨亲，等心诸群生，见者无不心。我住于彼处，常修不放逸，是故今得离一切诸恶趣，到第一彼岸如实功德地。是故诸菩萨常当持净戒。菩萨若欲求菩提佛功德，持戒如犁牛，当念不放逸。如是诸菩萨是名为智者，能速到彼岸，住佛果菩提。邪行众生者，为无戒众生。何等无戒？所谓具足诸恶律仪，徒儿、猎师，蓄养猪、羊、鸡、犬、鹅、鸭、猫、狸、鹰、鹞，钓射鱼鳖，造诸罗网、火坑、毒箭，劫夺虫兽，断害他命，自自作恶，如是名为邪行众生。邪命众生者，所谓出家，剃除须发，断诸资身，修无着行，着诸种种异相衣服，不护净戒，起种种见，行诸异行，种种方便求诸利养，非法活命，个个不能自法中住，如是名为邪命众生。《大萨遮尼前子所说经》结录。佛说戒相经，诵法贤义。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几孤独园，与大比丘众聚。尔时尊者阿难来诣佛所，道以头面礼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我有少疑，欲当起问，唯愿世尊为我解说。我见世间有三种香，所谓根香、花香、紫香，此三种香遍一切处，有风而闻，无风亦闻，其香云何？尔时世尊告尊者阿难：勿作是言，为此三种之香遍一切处，有风而闻，无风亦闻，此三种香有风无风遍一切处，而非得闻。阿难，汝今欲闻普遍香者，应当谛听，为汝宣说。阿难白佛言：世尊，
我今要闻，唯愿宣说。佛告阿难，有风无风相骗十方者，世间若有近视男近视女，持佛境界，行诸善法，为不杀不盗不淫不妄及不饮酒，是近视男近视女如是戒香，遍闻十方，而彼十方咸皆称赞，而作是言：于某城中有如是近视男女，持佛境界，行诸善法，为不杀不盗不淫不妄及不饮酒等，据此戒法，世人或如是之乡，有风无风遍闻十方，咸皆称赞而得爱敬。尔时世尊而说颂曰：世间所有诸花果，乃至陈坛龙麝香，如是等香非遍闻，唯闻戒香遍一切。旃檀郁金与苏合，优波罗并摩利花，如是诸妙花香中，唯有戒香而最上。所有世间陈坛等，其香为少非遍闻，若人持佛境界香，诸天普闻皆爱敬。如是具足清净界，乃至常行诸善法，世人能解世间福，所有诸魔常远离。尔时尊者阿难及比丘众闻佛语已，欢喜信受，礼佛而退。佛说戒香经。佛法浩瀚无涯，读诵大圣经典，既能开发智慧，更丰富生命。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方便自性爱不坏的爱，见他破坏大勇士，最深无比超出相爱，莲子所作皆成就，
心安热情啊，爱三观自在我在你其所最深爱诸上师啊，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就生命之美，接下来请收看早课